了解手机真真假假，不做商家大冤种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杨，一个在华强北开公司做二手机的乡里边。想了解二手手机行情的都关注我。临近春节档口开始放假了，基本上都空了不少。这几天市场行情波动还是比较平稳，全新机价格已经降到了低点，可以开冲。小杨春节不放假，24小时接单中。首先14系列的价格，14128CK版2600又跌了50，不过最香的话还是14 Plus CK 版是2900，2000多的6.7英寸大屏全新苹果，牛。再看一下这个14 Pro 系列128金是5256G 的话，贵个450左右，你们可以按照需求购买。想要大屏的14 Pro Max 128金突破5750就可以搞定，改卡槽技术已经成熟，插卡使用的话也是没什么问题了。不想拆机改卡槽的，可以关注13 Pro Max 系列，13 Pro Max 128突破史低，来到了4600，大内存256的话是5000，1TB 的话也跌破了6000，远峰蓝更是直接来到了5950左右。剩下的机器也是没有什么值得推荐入手的，有需求的小伙伴的话可以自行截图保存。好了，以上就是华强北最新行情，希望可以加个收藏，点个关注，不迷路。